仔，你要去哪里？哥哥。哎呦，我们去玩。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去怡保三天两夜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 staycation 的 vlog。那我们就会去到怡保，怡保也是我的 hometown 啦。然后这次去呢，是因为 Key 那边呢有接到一个，哎，给我讲话先。Key 那边呢就是有接到这个 resort 的邀请，然后呢他们就 provide 我们三天两夜的那个住宿，然后我们就想说带 Hannah 一起去，小小的 staycation， 然后去玩。然后我现在就是在收拾着行李，这个是 Hannah 的行李已经收好了，所以我现在就要把阿贝，欢迎你，爸爸叫你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的行李，就是我跟 Key 两个人的。看这个小坏蛋在做什么？谁是坏蛋？不要拿妈妈的鞋子。然后你要穿上去是不是？你穿到没？这里还有一个 balcony， 然后那个 view 是，哇，是山呢，面对着山，有一个小湖，然后这边是有那个游泳池。天哪，开心吗？哥哥，哪里？要去哪里？那边。哦，去那边啊。肚子饿了嘞，喝奶奶呢。看一下你可爱吗？看一下你可爱吗？哎呀，可爱呀！对。哎呦。你要喝吗？有。跟妈妈讲什么？有。讲妈妈。妈妈，有。耶！我也要喝这个，什么都可以。很好笑耶，你吃东西也这样吃到人饼这样，吃菜吃 carrot。 嗯，很多兔子，不过在里面，明天早上才可以喂它们吃东西。哇，这里有一只恐龙哎 ，dinosaur。刚刚回酒店休息了一下，然后现在是6:30，要准备出门去吃晚餐了。黑娜应该也是饿了。所以我们就打算去吃怡保芽菜鸡饭，我也不知道哪一家好吃，就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就找了一家，就是我们自己去15分钟，挺近的。然后 Key 在休息睡觉。
吃完饭就来到这个地方，叫 Kinta River Walk。要哪一个呀？啊？这个要不要？早安，今天很早就起来了，然后我还洗了一个澡，洗了一个头发，然后现在呢9点多下来吃早餐。 Morning， 这不是早餐。听到跟我讲 Morning， 讲 Morning。早餐隔壁呢就有一个可以看马的地方，现在有点害怕。Hello， Hello， 大大声，大声 ，Hello， 叫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你该叫 I'm Hannah， Hannah， 刚去买了这个一包 Rabbit 的粮食，它的食物。carrot 啊，等食物了，你看他们哇，冲过来全部，也太夸张了吧！哎呦，太饿了。把你照片。准备游泳了 ，swimming 要不要？要。哦，换衣服。来吃午餐，我们到了这个长江咖啡，这是在一个山洞里面的，很漂亮。
然后它就是在里面这边。Let's go, Hina。刚好妈咪也来怡宝找我们 ，so 他们就已经在这个咖啡厅里面了。现在去那个餐厅的后面，自己走进去就是山洞，哇，很漂亮哎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卸好妆，等一下准备洗澡。那今天第二天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今天的画面特别少，是因为带娃加拍 vlog 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，加上今天 Hannah 比较闹一点点，所以我就非常的顾不来，等着明天再继续拍给大家看吧。大家早安，我们现在准备要 check out 了，等一下就要回 KL 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收拾我们的行李，差不多了。来吃一个午餐，我们来吃这个有很多网友们都有推荐的。来，我们刚刚吃了我们的午餐，那个酿豆腐很好吃，很推荐大家吃，而且不贵。你觉得好吃吗？哇，好吃哎，我觉得，然后价钱很便宜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回 KL， 在我们回 KL 之前呢，就要去买一点吃的回家，然后呢就想说带一点手信回去这样子，然后就有很多的网友推荐我们就是去一间蛋糕店，然后它是卖老虎蛋糕跟 Pandan Cake， 就挺出名的。自己也是有在网上看过很多 YouTuber 跟 Influencer 有分享。然后我们午餐这间 restaurant 这里去才五分钟，就挺近的，所以我们就直接过去。然后据说他们是已经有40年的历史，41年，就是这一间 Johan。OK， 到了 ，Let's go。哇，这边还有很多小孩子的玩具，你看这个人，哎，这个应该是他最出名的那个 Tiger Skin， 这里算是在怡宝必买的一个蛋糕，一个班蛋饼，我也是想吃。喂，哇，很好看呢，彩色的这个 Tiger Skin。耶、买也买这样多。Hello， 我们回到 KL 了，然后现在回到家，但是没有塞车啦，就一路很顺畅。然后我迫不及待想要吃刚刚我们买的蛋糕，你要吃哪一个，黑娜？哇，我吃好了。等一下，蛋糕很 soft 哎。那要吃吗？
而且很香。那个、嗯、还有一点点奶油，但是没有很厚。你要 try 这个黑芝麻的吗？ Black Sesame 的，它蛋糕分量都很大一盒。那黑芝麻蛋糕是长这样。嗯，这个黑芝麻的那个味道很浓郁。喜欢黑芝麻一定要 try， 它是那种咸香咸香的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喽，拜拜，讲拜拜。Bye bye.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See you. Hello. 我很 cute. I'm cute.